还有一种情况，拉链是分开的，拉头脱落下来了。遇到这样情况，可以把一边的齿剪掉几个，然后把没剪齿的这一边从这边拉链头给它续进去，再把剪齿的这一半也续进去，把它放在案子上，这头取齐，用中指和食指压住拉链的两边，然后拉动拉头，很轻松的就拉上去了。